Welcome to McDonald's. What can I get you today? This, and this 啊！哎，你这样在国外点餐会很尴尬。你想吃什么？帮你点。巨无霸套餐。Can I get the Big Mac combo? Sure. What kind of drinks would you like? I'll have a Coke, please. Coming right up. 哦，英语好好哦。在国外的麦当劳点餐会很多细节，不懂的话会很麻烦。比如各种汉堡，你会说吗？不会。套餐怎么点？你会有英语说吗？不会。都不会。那你出国旅游会很麻烦。来，我先教你如何在国外的麦当劳点餐，想不想学？想啊想啊。Let's go. You beggar. 你在国外点麦当劳的时候，他们会先问你，你想要点什么 ？What can I get you？ 那这句话你听懂就可以了啊，是不是很简单？对不对？对啊。来，我们先看一下麦当劳的菜单。首先，巨无霸叫 Big Mac。Big Mac。我们国人都喜欢吃，对不对？下一个呢，双层芝士堡 Double Cheeseburger， 老外都最爱吃这个汉堡，可是你要小心，很容易发胖的啊。Oh. 好，下一个呢，麦辣鸡腿堡 Spicy Chicken Sandwich， 你喜欢吃辣吗？喜欢。那一定要吃这个啊。Next， 薯条 French Fries， 那其实这个你说 Fries 也可以的。最后，麦辣鸡块叫 Chicken McNuggets。Chicken McNuggets 是不是很简单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你喜欢吃什么呢？哦，我喜欢皇堡。这个好像不是 McDonald's 的。Anyways， 一个单词的表达比较适合零基础，有基础的话一定要用句型。来，我们先看一下，如果你想说我想要套餐一 ，Can I get the number one combo？ 因为你们是零基础，不用学习那些套餐的英文名字太复杂了，你就看着菜单说 ，Can I get the number one combo， number two combo 就可以的啊。哦，很简单，对不对？对，非常简单。那在这里吃打包。怎么付款？因为国外跟国内的付款方式是不一样的。可是我现在要直播，晚上来我的直播间，我教你们这些，好不好？好。Let's go.